洗得好老了。哦，以前用的都嘛哭了多年了，这干嘛头哭的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宁拐，这是我亲戚家的一个发电机，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要修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是好的。这个接线盒是不能用了，不过这个还可以修修用一下。这个已经脱臼了，完全脱离。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弄它了，再用红绳子缠也是太厉害了。这个东西已经坏了，我还得重新修复一下。他们说发不出来电，我也实在是检查不出哪里有问题。开始把线宰了吧。所有配件都已经拆完了，接下来我就要把坏的给修复一下，没有的再重新下一个。像这个是比较有学问的。然后对折，在模具上晾。所有线圈我都已经绕好了，这个单向发电机与三向发电机有点不同，就是它有两组单数的线圈，也有两组双数的线圈。接下来我就开始下线了。主要组线圈我已经下完了，接下来我要下的就是斜不饶组。斜不饶组它的跨距也是9，为了美观，我就把它就直接下在那个主要组外圈上。我要把每一圈的那个斜不饶组头和尾扭在一起，因为斜不饶组和逆齿饶组的线径是一样大小的，这样的话为了区分和那个逆齿饶组的头和尾。这狗一直在我后面打架，哎呀，烦死了。接下来我要下的就是那个逆齿饶组，它的跨距是3，然后这单面的话就是可以下3个。接下来我就开始下逆齿饶组了。小狗，麻烦你让开。线圈我已经全部下好了，然后我从4点多下到现在，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。
然后今天太晚了，我就明天交到家，咱们去秉线。Hello， 早上好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秉线了。这个线的接头有三层，分别是主绕组、历史绕组和斜坡绕组。接下来我先把主绕组给分离开来。主绕组是最粗的线。接下来我就开始刮皮了。主绕组我已经接好了，接下来我要接这个斜坡绕组，我之前打好标记的。斜坡绕组我已经接好了，接下来我要接这个密密麻麻的历史绕组了。这个是坏的，我现在要想办法给它修复一下。我先用这个胶水给暂时固定一下。这个坏了的地方我已经弄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喷漆了。机械我已经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再给我亲戚家送去了。
个新妞，没有，就是你们。因为他们的柴油机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把我柴油机拿来了，就试一下机。